2005年我甲柯姐熟识，2006年当中啊对，啊这某一部分来讲真难得，15栋啊，阮个人是做伙去食饭同框啊，因为今年的金柑就真特别，有足济香港团队来报名参加，啊因为今年台湾甲香港的局势嘛无同款，所以2020即第15届金柑奖影展呢，我感觉展现一个真特别的意义啦吼。除了台湾是一个自由的空间以外，咱嘛希望讲伫即个电影创作顶端，咱要坚持100%的自由，100%的甜，这是咱金柑奖的宗旨，希望咱延续落去安尼。哦，请柯姐。这个是今年的报名表，然后15届了。我有写给你们，就是有14本，比这个厚的都有，就是几乎是砖块式的。然后今年里头有29组，是香港团队的。好，讲一句话，第15届金柑奖展了，但我都想象讲咱金柑奖颁第15届。香港加油，台湾当然嘛是爱加油，咱在香港比台湾是做得好。嘿嘿，听说金柑奖影展第15届有超过一半是香港团队耶！哦，火色一缕哦，挺自由在香港。哎，金柑奖影展的钱是从哪里来的？大家一起来呀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同胞需团结，团结真有力。那哪里可以捐款支持金柑奖影展呢？这里这里，户名社团法人台湾金柑奖影展协进会，银行代号700，账号0101-4810-595-063，支持电影梦，捐款撑自由，还可以抵税哦。